统计发现 BMI 值越高，秃头越严重。秃头真的跟肥胖有关系吗？实际来问问民众有没有感觉？应该有什么关系啦？大颗就大颗，大头没人管得了。哎，卡在掉了。有哈，老有啦有。头成因一般还是以男性雄性素，那经由代谢产生 DHT， 作用在我们的毛囊上面。原来 BMI 值高直接影响代谢及荷尔蒙分泌，就会作用在毛囊生长。减肥的话，可以改善秃头问题。如果说病人有秃头的一个问题的话，如果说他做体重上的一个减轻的话，他的秃头应该会改善。工作压力大，生活作息不正常，交际应酬和抽烟喝酒都会让秃头提早发生或者更加严重。医师建议民众控制体重，作息正常来改善秃头。大爱新闻潘真正瑞平高雄报道。